刚打开的时候是这样出来的，然后我们要分方向的，比如说我这样装上去了不行，要这个头方向啊，这个方向是这样的，这个推子是要这样的，不要反过来，一定要是这个方向，这个要从里面。这没对劲，我这里一直拉啊，拉到它这里有一个齿轮，然后这里扣下去，从上面，在这里也有一个齿轮，然后它是这样子连带的两个。两个齿轮一起连带，因为现在我们是没有开机的状态下，它这个齿轮不能动，然后我们先把它松开一点，拉多一点出去，让它两边会说保证那个链条不能掉上来，然后我们就找到那个两头。先把一边扣上，然后对上，然后接好这一块，然后加油，这样拿个钳子。这边，这样砸上去，它里面有一个卡位，能卡到里面就可以。这个位置要对齐，现在就安装完成了这个链条。